这八字呢，就叫做科权禄三会。我们哪有拿极好的嘛？普通的没什么。化科在财帛，权在迁移，化禄在官禄，申宫。好、哦，这叫科权禄。如果今天这个禄是在财帛，科是在官，权在对面，或者是权在官都没有关系，那是天子命。好、哦，像拿了只要科权禄，我们不用管他，他一定是一方之主啊，一方之主的科权禄的命，所以科权禄命很厉害。好了。这个太太呢是个学校当校长的，哦，这个是这种八字当老师一定干校长的，他不会干，不会屈居人下，都是一个地方最大的诸侯的。好、哦，你看他43到52是不是化科？53到62天同是官星，63到72是化权，好、哦、化权，所以说他的流年上来决定，如果他的是化禄在这边的话，他不会，他可能会去做生意。但是因为他的十年大运有没有？你看十年大运，他禄是会在后面，所以他会不要会走官，走官。那之所以会走教，因为命中是科权来会，禄也有会到，可是禄并没有会到大运，懂不懂？十年大运没有会到。好，那这个八字，你看像这种女孩子厉不厉害？太厉害了。哦，那。厉害归厉害啊，上帝并没有说这个厉害的女孩子这个婚姻子女一定好啊。你看看，太阳化解，我这里提出来跟你讲，你不要看只要女孩子这个太阳一陷地好累啊。这个八字拿到我们手上的时候，她33年次的，50岁了，51了，八字拿出来怎么批的啊？无夫无子啊？为什么？已经发生来找我们的太阳星陷地在这个时候，第一个她本身就不会生到儿子。第二个这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先生了，然后这个没有先生的原因是红鸾天喜星化忌，所以说前面呢也是没有结婚，中间也没有结婚，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。你了解我说？好，很厉害啊！他厉害到哪里？东南西北，哎，他的主卧房就住西北角，你看看，风天小畜啊。哦，哇，他可厉害！43岁开始化科，科就是声名远播，就一方之主了。十年大运上面来看，诸位看43到52，好，像这个33年，它是什么生年？啊、哦，五位生，所以37岁在这边。女孩子呢逆转，我们要看43到52，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岁，43岁开始。就43岁当年就是怎么样？是不是入到本命宫，刚好紫微天对面是化权，所以他肯定是43岁开始走马上任当校长。你那个化忌的时候会不会去当校长？不会啦，哪那么厉害啦？除非你八字错了，好、哦，你八字错了，好、哦，或者你太懂人间道了，哦，太懂人间道了，这不太可能，啊、哦，像这种灾，如果隔年。如果下个十年，这两个十年是隔壁的，如果隔个十年，这个是凶，全部是杀星的话，这个是致命的什么东西？但不会致命啊，致命在孩子身上啊，在先生身上。好、哦，在就会发生这样子。好、哦，那这个这种命的女孩子，如果是男孩子呢？所以同一个时间生的男的不一样啊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男女之别哈，我跟你讲，生病好像女孩子多了个妇科而已。男女这八字别很简单，你3岁到12岁同一个八字，如果你把它换成男的，你把流年改一下就好了。13岁到22岁，23到32，33到42，然后43到52，53到62，哦，63到72又循环外，男孩子变成这样子转而已，女孩子变成这样转而已，十年呢？刚好反过来而已，你把这个反过来就排就是男孩子，但是小流年还是一样啊、哦，男孩子顺转，女孩子逆转，哦，那就变成不一样了，那完全不一样了。第一个十三老师还科权禄还是一样的命呢，但他读书读得很好，好、哦，那财官这种叫男人批的话就叫财官双美格了，财官双美格走到23到32，对面是化科七杀进来，所以他考公家单位考试一定上啊，然后手有生杀之权。那可能是干司法官或干什么，
好，结果33到42呢，本宫对面化忌干了半天火大了，我好心还不得好报，要做了半天该轮到我轮不到我，不得到重用，火大了老子不干了，不干了出来43就开始出来化禄啊。那本身有科有权，代表自由业，有没有？他名气很大，像任何人的名字只要有科进来，名气都会很大。那读书会读得很好，那到了43到52化禄了，那么大的财星化禄，对面还禄马交持，有没有？代表他会自己做事业当老板，然后是自由业，一定是自由业的。你看男女就反过来了，好，反过来，然后自由业做到53岁了，到了52岁，很旺啊，对不对？很旺了以后，结果不知叫戒慎，我怎么会有问题呢？我看有人看得很清楚的，53到60钱都给朋友倒光光了。你知道吗？看会不会看？好，那很多人的我们来找，一般来说，如果这是男孩子的八字，他会刚好53岁以后来找我们算命的，真的很累的，很累，你了解吗？很累的，这个最麻烦的时候。好，那如果是早天来找我们算命，像这种命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给他建议什么？你这个一定看自由业，自由业的同时要化科，什么叫化科？要同时任教。如果你有在教学，再去走自由业，相辅相成。比如说我在学校当教授，啊，当然当讲师也好都无所谓，我也去教学生，啊，学生就是我的客户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每天在教他们学生，每天因为我对不对，都是我的客户啊。这个教学相长啊，不但我自己能进步，我还能广结善缘，这是利剑侯嘛。所以你看，像外面的医生、名医或者名律师或者是名的会计师，他都在除了自己职业以外，在学校都有任教，这都很有名。好，不要放弃这个，薪水再少也去，无所谓，好，也去。哦，就是科的意思。好，那至于说10年大运转换了，没错，子女还是一样的哦。但是夫妻不一样了哈，你不跟他说没有太太啊，不会啊，夫妻不一样，怎么太太是太阴呢？但是这个变成，如果给男孩子的话，这个太阳代表爸爸要早逝，爸爸要早走。然后太太呢，哇，很彪悍，很凶悍了、啊。哦，太太她家里很有钱。这路马交持，太太家里很有钱，长得很漂亮，个性很刚强，很固执。然后太阴跟太阳太阴化忌的意思就是说，还会有婆媳不和的现象。好，只要化忌，都会有这种现象。所以说，如果是男人的话，我们唯一要担心的就是，好，男孩子是逆转，啊、哦，37、38、39，40岁。40岁这一年呢，刚好在33到42中间又化忌，那当年天喜红来星来会到。像这一年37、36、35，男孩子刚好反过来哈，男孩子刚好反的37、36、35、34，34岁也在33到42中间，可是34岁这年有天月星，本身有红鸾，所以他夫妻之间有争执，但是还有贵人来解，还不至于说会啊有长辈在旁边不好意思，啊到了40岁的时候进入这个化忌的时候，那婚姻就会有问题，所以这两个他的婚姻会有问题，会在40岁那一年。哦，会有在40岁，这个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。当然，这些通通可以靠阳宅来解。好，这是我帮诸位提出来比较几个重要的重点。好，看个八字，我们要怎么看？好。